嗨，小朋友们，来，我们现在看一看他的练习单。刚才老师在白板上已经有做过一次了的啊，我们来一起连一连，将影子配对好，好吗？来看这是什么？苹果，对吗？这是香蕉、大象，还有樱桃。来，我们看我们要拿出什么颜色笔，还有尺。啊，一把尺，你们家里拿出一把尺，还有颜色笔，你们有铅笔就用铅笔，用颜色笔画也是可以。啊，我们来连一连，看苹果，这是苹果的影子吗？不是，这是苹果的影子吗？是，是的话就把尺放在这边，跟它的点对住它的点，然后画下去，平平的。啊，我们再看第二个是香蕉。香蕉，好，看香蕉的影子在哪里呢？是这个吗？不是，是这个吗？是的，是它的影子。再把尺放在它的点跟这个点一起从这边画去。然后来我们看大象。哦，这是大象的影子吗？不是，这个呢？是的，这个是大象的影子。来，从这边有眼睛的地方画去它的影子的地方，不可以从影子那边画去哦，那是错的哦。那我们看这一个最后一题是樱桃啊，樱桃的这边，所以又再来，可以从这里画吗？不可以，那个是错的，我们要从这里画去找它才对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会做了吗？记得要把名字写上去，还有日期哈，你看，叫妈妈帮你们写，好不好？大家看一看这个 ，OK， 拜拜。